饿黑怎么救？当天中午11点多，救援队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，乘坐直升机半个小时就抵达了事发海域。我们到了现场之后，发现现场作业的渔船还是挺多的，然后基本上都是30多米的渔船吧，遍布那边那一片。事先我们告诉渔船要先向我们行驶，然后我们让它停，他们再停。机长就通过，就是这个时候船头它肯定会朝着我们这边，首先确定这个渔船。随后直升机悬停在这艘渔船上方，一名救生员通过缆绳下到了甲板上，询问得知受伤渔民叫王秋林，右脚从脚踝上方10厘米处离断，不过好在同船渔民已经对他进行简单的包扎，并将被绞断的右脚单独包了起来。救援人员见状赶忙将伤者固定在了救援担架上。对，头朝这，头朝这啊，这边哎，好，直腿，慢点啊，坚持一下啊，好，忍一下啊，可能跟你调得紧一点，注意安全啊，坚持一下啊，很快就到了，闭上眼休息会儿。随后直升机通过缆绳将王秋林拉了上去。下午1点左右，直升机抵达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，早在这里等候的急救人员迅速将他送往医院，医生为他进行了断骨再植手术，幸运的是他离断的右脚被成功接上。当记者在病房里见到王秋林时，他正在恢复身体。